全能一妃费武迪小姐第201集。沈锦轩没有说话，双臂更紧地环绕着江子生的细腰。江子生被他箍得有些难受，微微喘着气，不敢再有动作。他似乎察觉到了任锦轩的犹豫。很晚了，睡吧。江子生轻声道。烛火熄灭，整个房间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江子生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感受到身后男人传来的温度。江子生虽然有些困倦，却始终没有睡着，脑海依旧混乱的可以。世子，世子。江子生叫了任锦轩两声，也没听到身后人的回答。睡着了吗？江子生的声音有些不太确定。他缓缓地转过身，也看不到人。